你吃过他家药水吗？吃过。你在灯笼给他灯笼买了？哎，说灯笼买了。哦，他现在还没开门营业了，这是这个开门晚，人要是有时候排队的还人都排队呢。哦，人都是排队。有时候他开门，他这个。人还都没来吃了，买了。啊，买了羊。哦。师傅，咱家这干有多少年了？三十多年了。哦，快三十了。这不开门，人都在这儿排着队去了。参加都进来了。生意挺好，行。反正，对，八年的失恋了，失恋，这卖多少钱一克？11。啊，11。我师傅拿11块钱，然后咱俩分。不要脸了，行。哎呀，再见。咱这个油旋儿，咱河南名吃，常远代表之一。常远这四大名菜，这个油旋儿，其中是这油旋儿其中之一。你到常远不吃油旋儿，终身遗憾。终身遗憾。哎，对，我干30多年了。啊。13干。吃完那你喝吧。好。好的，有香。这个面到你手里都成花了，完成花了。对，这个饼你得有工艺，没工艺它就是饼，你加工艺它就是美食。你这平民的平民，咱在咱这就烧饼。你改良有创意，它有旋，它的名字不一样，它吃也不一样。这里头我感觉光那肉都有2两肉差不多。2多哎。老祖先这个饼以前没有这个创意，自己这是在老了一出上。我赶紧的。哎，对对，传一传。放心的呀。哎，对。烧了包不上，对，所以都是几代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家相传，这是国家扶持你发扬光大。你看这碗就是，它金新饭碗，它是汉一神科。对对对，就是没有烤，就是没有烤好的时候，再加个鸡蛋液。嗯，等于几道工序。准备几筐，这一天能卖几筐的鸡蛋呢？2筐。啊，这个我也没喝完，喝不完，你让我喝不完。嘿嘿嘿。臭啥都。臭啥都看你旁边的。我大娘，我也看你这个啥玩意儿。卖公厨房，我放厕所多。好点。这样我看不见，那都穿戴不穿，你穿啥？那不要的。是啊，哎。咱这一个面有几两吗？一个半多，成熟了。这是刚要了一个油嘴儿，多少11一个哈？老板刚出锅，外边你看明光发亮，外皮黄焦。
这个右转里边加的有大葱、猪肉，经过和这个火上头煎烤十来分钟，里边又打了一个鸡蛋。小腿的鲜香，而且加上这个鸡蛋熟，肥不腻，特别好吃，外边酥脆，里边软香。咱这个店的地址算是哪儿？太原市水管大街。那咱这是个老店。哎，百年老店。咱家还开了有分店。有。好。